那是柏吗？松柏常青的柏树吗？松树大概都在高山严寒地带，那平地就可以看到的是柏树吧？松柏常青耐寒。哦，过年前四个礼拜多，很冷呢，早晚都很冷。那北极地方的热，冷寒冷冷气涡流，低气那高气压叫寒冷的冷气啊，涡流啊。漩涡。